以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回来这个城市。看到没？然后我就有他。是啦，我在出国之前就有了。我的陪睡期的宝贝，他叫裴小妞。要孕妇要小心。对对对对。唱过这个没有？又吓到我了。它里面是确确实实有个小生命在里面。裴振兴，如果半年都不在，然后我大着肚子回来，你会怎么想？不用啊，同一套。你会想，你哪会想说是你的？对啊，对的，到底是谁？我无话可说。竟然你还这样对我！你看我们的裴小妞，你看他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他？啊，对不起，压到我们的宝贝了。没有很体贴，对，他还打他，哎，你这样。